嗨。这物种我们第一次见到，很兴奋，看到这个，非常的觉得一种怎么说呢，就是晶莹剔透啊，有点这种宝石挂在树上的一种感觉。驯鹿。特别是要提醒客人，这个路比较滑，要客人嘛，就是走路的时候要小心，以免这个出现意外。